不要再给孩子看电视了，准备一套这种水画本，陪孩子一起画画吧。不需要准备画笔，也不需要准备颜料，它全都藏在了这个画册里面，随便蘸点水就可以画画了。一本12页，主题很丰富，每天画一张，孩子就能安安静静好一阵子，还特别培养色彩搭配和专注力。画好了撕下来就是一张漂亮的书签了。